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你却一点改变都没有，真是让我苦恼。梧桐呢，是用庄家中学转来的，今天起就是我们六班的一份子，大家一定要团结。还有，新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记得要帮助他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深夜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，像座废墟，像失落文明。能否一场奇迹，一线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？不准备解释一下吗？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你好样的。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我已经买好票，应该是你喜欢的皮卡丘。那你在班里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有啊。谁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，他很特别，也很温暖。愿意。